七彩公路啊，上坝的路上，咱们的标识牌，还是有点冷啊。这个山上是一个小木栈道，前面停车场。景色是没得说，上坝的路上。上下的折腾，看看冬季的塞罕坝，没有车，没有人，冬季的塞罕坝，这块看来是常停车，停着拍个照吧，冬季的塞罕坝，看一看一个人的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，空无一人呢。这冬季才能感觉到这种寂静的美啊。这是七彩公路这个门口，没有人，只有这城门楼子。欢迎来啊，再不来错过就是一年啊。这是七彩公路上了，过了山门，路上轿车都可以走，没有问题。但是呢，你要有一定的冰雪驾驶经验，要慢一点。这个路呢，这是七塞公路，它没有走玉德口那边，安全。玉德口这边是最安全，就是土围场导航。哟，你看这轿车不也上着吗？轿车不也上着吗？走玉道口，走围场，或者你不论从哪来，走玉道口，然后集结林场，再到乌兰布统，那个路是最安全的。这个路轿车也能走，刚才不是轿车吗？也没问题。但是这个是山路，有的地方有冰，有的地方没冰。这就用的两驱，没问题。这是上坝塞罕坝，上坝，这是指的是这个坝梁，就是这个。只要你慢一点就行，注意，十次事故九次快，你慢一点就没问题。这就到了梁头了，上了梁顶了，看着这不是也是人家轿车吗？轿车，咱都是本地的啊，轿车也没问题。天气也是不错啊，这块雪大点，这正梁顶。是一个车队呀，都是来玩雪的。一个人的感觉特别好，哎呀，舒服，褥子。到这地方就得慢点了，这是下这个坝梁这儿，这块就有点危险，雪比较大。哎呦，我还上了个轿车，他得让我，应该是我让不了他，我这块太窄了。看看人这轿车也疯狂。我走了，是为了一个崭新的面貌回来，就像树木抖落了黄叶，是为了在春天以更从容的形象走向大地的期待。我会很好，心中更有一份挚爱。如果你相信我是雪，那么也请你相信，当我再次飘落下来，一定和从前一样洁白。为了安全，这大货车都跑着呢，早早的等一下，靠在边上，这样更安全。这是表示，如果你是鱼，请你不要迷恋于天空；如果你是鸟，请你不要痴情于海洋；如果我是鱼，我愿筑起最华丽的水晶宫，
藏起我飞翔的美梦。如果我是鸟，我愿把空舟楼阁衔住在风的故国，让云作惊涛，心作霜降，难道不好吗？国家一号风景大道07点，07点，没有车，没有人，是真的没有人呐，也是真的没有车呀。这是出塞罕坝去乌兰布统那个山门这儿，夏日熙熙攘攘，冬天是一个人不见的。这就出了塞罕坝了，出了河北省，然后就是去乌兰布统。昔日这停车场夏季多么的繁华繁荣，现在是没有人呢。这海拔是1508，这就是滦河源，小滦河的源头，这就是过了界河了，这就是这条界河，红山军马场，可是可同旗。这儿呢要绿码，从前天开始要绿码。这就是乌兰布统收门，打今年开始那个门票也不要了，这收门票也不收了。这是就是到这扫个码，你是绿码就可以进。是绿码就放行就可以，他这就是检查码，别的没事儿。